委的选战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，民党提名策略小组今天下午针对监困选区的立委提名再度的开会，那后来有拍板定案哦，包括了北市大安区的立委要礼让，社民党苗博雅参选，而新竹市呢，则是由阳明交大特聘教授林志杰出战。至于彰化第三选区，则渴望提名前北农总经理吴英宁，这也是我们刚收到的一个最新提名人选的消息。